来到你这个后面这个，到这里。哦，都可以这样子了，怎么回事？以后，姐姐就是你依靠了。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报了，但是我怎么不觉得你高呢？我怎么天天看着可能不像，没看出大长腿的感觉呀、啊？你和他比一下腿啊！你看你的腿在哪里啊？人家腿都到你腰了。13岁哦，嗯，13岁了已经。量一量有多高？好久没量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我都够不着了。我说你有个妹妹，你看我手还在往上，真的像姐妹。我看姐姐都要往上了。哎呀，拉下来一点，这样子，手够不着。姐姐走了1.68米，她比你也高。我都是1.7米的身高啊。那姐姐比你高一点，那姐姐。姐姐比你高哎。比我高啊。啊。那你不是1.75米啊？你看姐姐都要抬头一点点。抬头一点点。嗯。你伸直嘛。脚伸直了。是没有姐姐高，肩膀都没姐姐高啊。量一下，看有多高。竖着。什么竖着啊？对。看见吧，这是一个17，1.67米。那我不是1.7米吗？我说了，难道我回来我体重下降了？你本来就没1.7米好吗？会是我从广州回来以后人也瘦了，个子也变矮了。对啊，你这是遗传谁吗？不是遗传我啊，是吧？妹妹呢？两只鸡蛋。他那里都有一个印子在那里。有一个。去年、今年都一直在这里。我的天哪，那就是这个位置，好了。基本上还是在这里也没动。拉着。1.31米，1.3米了。1.3米啊！妈妈终于突破了1.3米了啊、哦！1.3米。但是你看，这次回去，你表姐就比你大了不到2个月，人家比你高那么多，她都1.4米了。大舅，好厉害！然后这就是你们老田家最高的，基因突变的一个。怎么是？你看，我问一下你爸，他说个子不应该呀。他像我吗？个子不高，本来就像你。不像吧？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那不都跟你很像吗？说脸型不像。脸型像不像？本来就像。就我好矮一个哦，我都得踮着脚了。是啊，你够不着。你要多吃饭，多运动。就是，你是回去你那几个小孩，你最矮了。姐姐有点太高了，女孩子太高了也不好哦。大概女孩子1.65米的话是最好的。可以了，1.68米都行。嗯，这个橘子是我们家目前为止是最高的儿子，基因突变可能像你妈他生下来就高、生下来他3个月的时候人家说他有半岁了，这个一呀、半岁的时候人家说他只有3个月。是啊，3个月人家问我，他说这小孩子满月了吗？我这样子抱姐姐我都得踮着脚了。这个小孩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人家医生就说你这个毛毛很小的，没有一样。他嘞，人家说还没生的时候，人家说是个巨婴。他怎么说？他当时生下才6斤3两还是6斤？但是那个医生说，你看你这个小孩呀，绝对有7斤多，没7斤多，你看啊，他那么大一个，结果生下来才6斤多一点。6斤多一点，但是还没生之前照 B 超，人家说他是个巨婴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你骨架大。大呀，妹妹就跟你差不多重，身材重量差不多，妹妹看起来好小一个。那有肉一点，你生出来的时候没肉，是搞个兰花指。这两个人差距好大，以后长大人家可以说，看到这姐妹俩说，你们家好的都给姐姐吃了。所以，他遗传我的基因，遗传你妈的基因，哎。哪里？你也不高好不好？那我至少比你高啊。你那个男的都没我高。